由日本平面艺术家 Ruddy 为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操刀的 BOOM PINK 快闪体验，六月呢在英国伦敦启动之后，星期三终于登陆美国纽约，大批的粉丝蜂拥而至，抢购了纽约独家限定和其他限量的周边产品。主办方指出，这家快闪店除了推出 Ruddy 的纽约独家设计，也让粉丝透过 BOOM PINK 世界巡回演唱会以外的平台获得 BLACKPINK 的限量版产品。尽管快闪店外出现长长的人龙，但是早已经习惯为了见上偶像一面而长时间等待的粉丝来说，他们一点都不介意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也有纽约的移民特别欣赏 BLACKPINK 的多样性，因为成员都是来自不同国家，让他感觉自己呢和 BLACKPINK 存在共同点。除了纽约之外呢 ，BOOM PINK 快闪体验迟些也会登陆洛杉矶。